们上面的话呢是在位于凯马广场核心位置的，我们是一个酒店式为主的一个社区。这次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些户型呢？这次的话应该说是我们楼盘第一次亮相房交会，然后户型的话呢，我们整个项目都是以小户型为主，那种 loft 的酒店式公寓，90平米这样子。价格的话是在40万左右一套房子，是买一层送一层的。目前的话优惠还没定，因为是首次亮相，然后在6月份之前开盘之前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优惠。今年的房价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会稳中有升吧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的话，应该怎么说，该出手就出手吧，因为毕竟今年它随着开发商的房价应该趋于稳定，不像去年年底那么疯狂。